菲律宾政府正在向当地居民发出警告，该国最活跃的火山有可能即将爆发的危险。菲律宾政府的火山学家将马荣火山的威胁等级提高到第五等级，代表着爆发可能在几个钟头或者几日内爆发。马荣火山经喷出灰烬、熔岩和蒸汽，使到下面的村庄建筑物变黑。当局已经将现场周围的危险区扩大到距离火山口8公里的地带。自从马荣火山苏醒以来，成千上万的当地村民已经被迫离开家园。菲律宾位于环太平洋的火山圈内，当地的地壳构造板块发生碰撞，导致频繁的火山和地震活动。